Hello， 我们来三月十五六，今天呢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认真生存的第我也不知道第几集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个大工程，什么大工程呢？我们要来盖我们新的家。这新的家，我们预定是100×100。那我们也邀请了一个神奇的人，神奇的人，嗨，嗨，我要说话吗？说啊，好，话，我说话了。你们应该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也没有拍。交界的建筑超强的，没有，还好，超强的。等我们这几集，之后过后。你们应该就知道什么想法，超强的。要盖一个多持久时间的，那时间都盖不住。对啊，我要继续挖。你要看门口要先设在哪里吧，像把门口设在哪里。Santa's getting funky。那我预定是74格，对吧？吧。嗯。对，所以我们高度吗？就是差不多。对啊。那我们刚刚也烧了很多啊，哎，烧了很多。对，我知道。石头吗？我是要讲石头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组多的石砖。哦，你已经做石砖了，好啊。对。那我先把这个地掏空吧，觉得还可以啊。时段好了，那我们地板准备要用石砖铺，因为石砖比较漂亮。你好像吸不起来的感觉。我满了，已经做了。OK OK， 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来铺我们的，的怎样？的地板。
那个水柱本来是要干嘛的？让我不会迷路，还有就是喷水池。这系列我好像还没盖很多东西。我改走了，我改走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结束吧。好吧，那今天就铺这个满满的大平台啦。那我们之后呢，会在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之后呢也会再继续做我们的超大新家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但我经验值会损耗哎。好啦，是啊，对啊，好啦，那这会是一个超级长篇。对，那谢谢交界啦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